透过连展的观摩切磋，让南瀛书法学会的会员们不断的学习成长。台南市南瀛书法学会目前在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展出会员新作，本次会员参展作品约百件，创作有隶书、小篆、楷书、行草等各种文体，运用墨色线条变化出多样的书体意境，值得参观民众细细品味。作品深具个人特色与风格，是会员相互切磋书法技巧与不断精进勤练的成果。创会于民国67年的台南市南瀛书法学会，原名中华书法学会台南县支会，是个历史悠久的书法团体。会员遍布了工、教、商与文艺界，成立至今已达190余名会员。学会长期推动书法艺文，积极办理各项书艺活动，并且每年办理会员联展，积极与各地艺文团体互相观摩交流。这次的展览展出至12月21日，欢迎艺术同好莅临观赏。法界新闻蔡孟章、刘明明台南采访报道。